这里卡刚处理好啊！哎呀，连哥哥等你处理啦。放心啦，爸妈听你啦。多谢爸妈，我无做唔对代志，都唔惊大家惊扰。先卖讲到这尔红声啦，卡边咧等一下，鸡嘴变鸭嘴。好啦，这画面只是要让大家看了较安心的，无针对性。是怎樣？最關鍵的這段畫面怎麼會沒去了？子珊，怎麼這樣？啊？媽，我跟哥哥把紙卡送去雪莉的時候，那頭家有說啊，啊因為那紙卡去破到飲料啊，所以他沒辦法保證可以完全修復。這個可以說我是真金不怕火的。關鍵的畫面沒去了，这个当讲是阮无看到，并无代表是你无做过。啊，你也无证无据啊啦，那当我乌阮凯宏啊，啊，搁有啦，子顺啊，你声声搁有讲哦，阮凯宏欺负恁小妹，甲恁小妹创空，啊，当即声恁就爱甲阮凯宏下只实嘞。我认为我妈讲的无唔对。爱我回去的言证，等我找到的，咱证明凯宏是清白的时阵，爱我先问风拢无问题。子珊啊，我知影哦，你有偌唔甘子彤啦，不过你应该嘛真清楚讲，因哦，因两个拢是为着未来伫个拍拼呢，啊，今嘛哦发生这款代志，当需要因两个哦同心共同来克服这个难关。啊！恁两母仔囝若是要安尼继续一直指控凯宏，是会去破坏着因的感情呢。妈，我相信阿姨甲子孙一定嘛真要紧凯宏啊，佮有子彤的感情。啊，不过这段画面确实无法度证明凯宏的清白，而且我嘛想无啦，明明其他的画面着拢好好，是安怎这段就是空的？这无啥物好想的啦。一定有人动下手，动下手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想要毁掉证据。恁真正足奇怪呢，要检查行车记录器的人是恁，把记忆卡摕去修理的人嘛是恁，啊，即摆结果无符合恁的期待，恁嘛是硬赖我讲。我是把子彤创空的人。好啦，我向恁回失礼，敢袂用是？失礼啦，是我含慢，好好一趟原谅去用掉包，我拢唔知影。失礼。好啦，你莫安尼啦。看啥啦？哦，啊，这个查某，敢毋是凯宏车顶的迄个？是啥偷的？我毋知影。这个查某穿甲遮尔啊妖娇，百面毋是啥物正经的人，这个凯宏最近哦。愈来愈无老实呢，唔呐讲白贼，即马搁私底下甲别个查某出去，拢无甲你报备，
真正愈来愈唔是款的。行，咱去问好清楚。好了吗？哎呦，那这拄好变灯啊，回走去啊！好了，妈，刷刷去啊，人拢走去啊。什么？你刷刷去啊？那廖凯宏那是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哦，我绝对袂帮伊刷啦。咱再叫林车去解决。行。嘿，林车，林车。安尼真好，我替你处理行车记录器的代志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挂奖励啊？龙之，那个是我姐姐送的。恁两个最好是赶紧落车，那无恁会后悔哦。我就是摆落来，你紧走啦。安尼哦，好啊。等下林子彤过来抓到，就莫怪我无甲恁通知。你讲啥？子彤没过来？你哪会知我伫遮？当然是瓜子的女童军，路见奸情，为了端正社会风气，我就把恁两个人的相片传给林子彤啊！廖蒙子，你竟然跟我阿卡，你话真心？啊！廖蒙子，你出错啥了？我惊你哦！我静静，我做个不良少女，你是出啥？你太不良了！不良少女，法律不良了你！你们听啊，打错了！廖蒙子，哎呀，才是啊你！静静是不良少女，够够了，那就罢了。廖蒙子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跟子彤讲的？你跟讲啊！子彤，你看，头前那台都是开好的车，对不？进去，进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英来呀，这边是安怎啊？进来，先避开。我头疼了，来，我替你 cover 了。啊，进来啦。对啊，来，进来啦。你来这创啥？我心情不好，有淡薄阿杂，来这看一下风景啊。想讲看心情是不是咱较好？哦，啊来这南坡看风景哦，我真正诗情画意呢。啊无嘞，我看到你车顶有坐一个人啦。你讲，你跟什么人来？恁真奇怪，我家己一个人来这看风景嘛袂用的，无即嘛是安那？把我当作是犯人，你敢是我行动啊？阮都明明看到你车顶有坐一个头毛长长的查某啦，啊你即嘛讲，你家己一个人来的？农历七月过真久啊呢，哎呦，敢讲有一个人坐伫你身躯边哦？小英，刚才有人在那呢。
是话讲这风景袂歹，要带我来吃，啊，我就拄着阮哥，伊就载我过来，顺便散散心啊。啊，你身躯顶穿的迄领衫，我哪毋捌看过你穿过啊？哦，这领我替孟子敬的啦，我袂惊伊会寒，唔才敬这领。啊，是讲这领真歹看，我待下去退掉好啊。你带你兄妹来吃，啥都唔敢甲阮讲。是啊，啊你甲孟子四位做伙来，有啥物唔敢讲的啊？我是有啥物唔敢讲的，我只是心情已经真烦啊。我本来知影你会向我走来吃，所以我就无直接讲啊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头头有一只水鸡，我要跳过啦，啊，可能钓钩，唔知会挨一声。啊，好啦，看王健的心情拢恁拍歹去啊，我袂等啊。哎，哥，王哥，你怎会来等啊？这妈做贼嘞！哈，等大家哦，坐坐你的车，坐回来等。有车，手机内无电啊！我呢是要安怎打电话？我是要安怎？